好的，到这里提醒一下，我们现场拿礼品的各位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好吗？谢谢哈，千万记得啊，抱着小孩的家长朋友不要把小朋友。还有我们那个大哥，你站得这么近干什么哈？你不要以为你站得近，你看得多哈。我们美女裙子下面穿了裤子了哈。热闹做活动，又请来了擎天柱，又请来了不倒翁小姐。